嗰晚我 send 咗个 message 俾 Nana， 但佢一直都冇复我，我开始有啲担心，而且不安嘅感觉越嚟越强烈。到咗夜晚十二点，我终于都忍唔住拎起个电话打俾 Nana。嗰阵 ，Nana 终于 send 个 message 俾我。其实我是个混血儿，我爸爸是美国人，我六岁嗰阵佢病得好严重，离开咗我。不过我觉得俾其他人知道咗我是混血儿嘅话，佢哋就会话我靓系理所当然，仲会觉得我是混血儿，所以唱歌先会咁好。我公司觉得唔话我是混血儿，等观众以为我是日本人会好啲。其实我有得唱歌就得噶啦，其他嘢冇咩所谓。我身边的人成日都同我讲，叫我要小心，破坏形象嘅事千祈唔好做，唔好讲。虽然佢哋成日都咁教我，但我就系我。我觉得做人真系好攰。第二日，一早落好大雨。我做嗰间超级市场，因为咁冇乜客。嗰日我系咁煎饺子，但系一单生意都冇，仲搞到成身都系饺子味。我真系好猛，好激气。阿新先生，你竟然连门一脚缩沙都有嘅，真系冇用啊！你好烦啊！虽然你讲啲唔讲啲，但阿伯佢可能已经睇得出噶啦。佢而家可能喺度烦紧啊，到底你系咪真系中意佢咧？我搞到佢咁烦，点算啊？哎呀，唔得啊，点唔着嘅？你有冇火啊？我冇火啊。话时话啦，你嗰个打火机留咗喺边度啊？你不嬲戴喺颈度噶，点会唔见咗嘅？点算好咧？嗰个打火机我好中意噶嘛，而且仲要限量版，好难买得翻噶。报应啊！你咪做得错事多，得罪大魔王。我自己都唔知。哦，阿泰，娜娜咧？未嚟啊？唱片公司嗰度。搞成点啊？等 Nana 嚟咗先讲啦。快啲讲俾我知啦！你哋讲紧乜嘢啊？系咧，阿珍啊，我寻晚 call 你 call 咗成晚嘅，你都冇听电话，我都唔知几咁担心你。而家见到你冇事，我就放心啦。又去咗女人度，好心你就收敛下啦，珍一。我做嘢啫，呢啲都叫做嘢。阿泰，点啊？唱片公司嗰度究竟系咩事啊？侦探，啊，咪住咪住先，冷静冷静啲，要冷静啲啊 ，Nana， 冷静啲。要冷静，我系你啊。好啦，我冷静咗啦，你试下由头开始讲啊。由头，其实系我一时心血来潮，寄咗啲 demo 同埋上次嗰个 live show 嘅录影带去唱片公司播得唔得？系啊。结果俾唱片公司睇中咗，佢哋揾我哋。系系。系 Gaia Music。吓！
出名噶，连我都识呢间公司啊！都系嘅，系呢行最大嘅公司，即系入到娱乐圈啦。唔知道，都仲未倾到吓咩咁啊？今日阿泰同佳怡嘅人见过面，总之而家嗰啲人话会嚟睇我哋下次嘅 live show， 如果觉得 OK 嘅话就再倾。我谂应该都有啲希望嘅。原来系咁，如果系咁就实冇问题啦。Bless 嘅 live show 个个都赞嘅，实掂啊！咪系，我哋一定掂嘅。话咁易，show 都未做就话实掂。下次长苏系几时啊？好似系月尾啊，嗬？嗯，28号。等我话俾美丽知先。真系啊！我哋今日练歌嗰阵啊，个个都搏晒命咁练啊。阿新仲弹到连支吉他都断埋线添。终有一日，我一定会赢佢。阿巧，如果你头先放咗工又嚟睇我哋，咁就好啦。Nana， 其实，嗯，寻日，前日啦，总之 Trap 咧演唱会尾场嗰日，阿巧半夜上咗嚟，唔知你知唔知咧？啊，我知道啊，我仲睇到你哋揽埋一齐。我有不小心叫了一声，不过你完全听不到。真是这样？对不住啊。嗯？对不住？我那时候很乱，什么都想不到。你那晚实被我们吓亲了，我之前完全没跟你说过我们的事。虽然我被你们吓亲，不过我都不用说对不住啊。我想着阿巧来了，即是庆功宴都完了。我知道你那晚出了去，但我以为你是去找阿莲而已。我怕你是因为不想阻住我所以出去，那晚之后我想了很多事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那晚连 send message 找我才出去的。是啊，那就好了。不过你之前不是说过因为不想麻烦到我所以不让阿莲在这过夜的，我以后都会注意一下的了。不需要，不要紧，而且我都想在阿莲那里住一排。蛤？饮不饮？哦，好啊。你说去阿莲岛？嗯，不过只是 Trap Nest 放假这两个礼拜而已，因为我见到阿莲她都没什么机可又那么得闲，所以想多些跟她在一起。是啊，又是的，当然想跟阿莲一起的了。所以阿伯，你这段时间都不用顾着我的，可以天天都叫阿巧上来陪你。她怎会肯天天上来陪我啊？还有她之前说过放假都有很多事要做，不过可能他是说大话呃我的啫。哎，怎会呢？我想他应该不是呃你的。可能他这个大忙人平时太忙，积埋积埋很多湿碎嘢，要放假那阵才可以得闲做呢。阿莲之前都有这样说过。是就好了。嗯，不用担心的，他到时到后会找你的了。我之前都没想过 Nana 你会有这样的反应，还会这样鼓励我。所以我一直都讲不出口。对不住啊。点解啊？我觉得你一定会鄙视我的。鄙视？因为我同自己仰慕嘅偶像搞埋一起，我咁样你实会觉得我好蠢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蠢。你喺度讲乜嘢啊？你只系咁啱得咁巧遇咗阿巧系艺人啫，其实都冇咩关系啊。阿巧都系一个男人嚟啫嘛。冇关系？唔。是咩？对我来说，阿巧始终都是 Trap Nest 的阿巧，我完全没想过要分开来看。如果问我阿巧是个怎样的男人，我会说这个男人都挺不行。没错，我是很不喜欢的女人，因为对方是明星，所以就想黏埋去，觉得就算是一夜情都无所谓。但我见你揽住阿巧喊得很犀利，我看得出你是认真的，所以我又怎会鄙视你呢？我想阿巧见到你为了他喊得那么犀利，应该都会很感动，会真心地爱你。如果他不爱你就不会来找你了，还会觉得你在他面前喊很麻烦。所以不用担心，你加油吧。嗯。你跟阿巧一起，很多人都会担心你，跟你说很多事。尤其是阿泰，他什么都担心一餐，你不要介意啊。是啦 ，Nana， 关于那次件事。啊？边件事啊？我同阿巧，嗰晚你见到我同阿巧一起嘅事，你咪同佢哋讲咗啦。
啊，对唔住，我讲咗俾阿太知，唔讲得噶。唔系，阿太冇乜所谓，系阿新啊。咁可能系阿太讲咗俾阿新知咯。啊，唔系啊，系阿巧喺庆功宴嗰阵讲噶。啊？阿巧话 Nana 佢系自愿嘅，仲好开心添。之后阿新就发火。咩话？不过我谂阿巧咁讲都唔系有心嘅，而且我真系点都估唔到嗰晚之后佢竟然会见阿爸。佢不嬲都唔中意同女人有咩拉楞，费事第时甩唔到身。而且阿珍仲兜口兜面用酒泼佢，我仲谂住阿巧唔会再揾阿爸添。唔通阿巧佢真系中意咗阿爸？庆功宴嗰阵，阿巧讲咗啲乜嘢啊？其实都冇乜特别啊。佢咪同阿新佢哋讲话同你喺埋咗一齐咯。佢话同我一齐，佢实系当住所有人面，用埋晒嗰啲懒系冇嘢嘅口吻，讲我哋嗰晚做过嘅事啦。你都好了解佢喎。话时话，你头先咪话阿新啲唔知乜嘢嘅，阿新佢做咩啊？其实寻晚阿新话有嘢要同我讲，佢话要赢阿巧，讲完就走咗啦。虽然我唔系好明佢讲咩，但系我啊，佢咁样讲即系同你表白啦。果然系咁啊，不过佢又冇讲到明话中意我喎。可能佢讲唔出口啩。其实我哋个个都 feel 到阿新佢其实中意你噶啦。啊！但系点解我自己一啲都 feel 唔到嘅？点算啊？今日你就系因为咁，所以唔嚟录音室。因为你唔使介意噶，感情嘅嘢冇得勉强嘅。你中意嘅人系阿巧啊嘛，不过咁即系命中注定嘅爱情。其实我都几想噶，我觉得好浪漫，我有啲就手嘅幸福就得噶啦。而且我根本冇机会赢，都系算啦。我唔可以继续咁样落去，我要快啲做个了断。既然你识得咁样谂啊，就唔好再喺度自言自语，快啲去搞掂件事。如果阿伯佢以后都唔再嚟录音室睇我哋嘅话，都系因为你啫。明知最后就会壮烈牺牲，都仲要向前冲，我真系成个敢死队咁啊！敢死队？好啊，俾我有翻样嘢可以赢得嗰个衰人都好啊！你有啊？系咩啊？哦，电话响喎、啊。你唔听嘅？我出街啊。做嘢啊？因住警察拉啊！未问过人就着人哋啲衫，仲要系最靓嗰件。等阵啊，你仲未答我问题喎、啊？我啲乜嘢可以赢到嗰个阿巧？系爱。喂，我阿珍啊，我系，系啊，唔好意思啊，系我大意。系咁，我而家过嚟攞得唔得啊？你是特登留低嘅咧？哦，入嚟啊！雷拉小姐啊，嗯，俾钱先啦。Nana 的歌声透过风传到我耳边，是阿新来到东京那天给 Nana 听的那首歌。这首歌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歌。唱到这么大声，
又会被不知几多岁的山田小姐和邻居闹啦。对不住，昨晚我无啦啦走上嚟找你，仲喺度乱咁讲嘢。其实我今次又再走嚟找你，是想直接啲同你讲。我喜欢你。但我叫你入嚟，不是想同你做那样嘢噶，真呀。咁既然冇嘢做嘅话，我先走先啊。个打火机你唔要啦？你想要嘅攞去啦。小珍，俾翻你啊！你唔好嬲我。之前话一万十万 yen 系假噶。虽然间中都有啲客送好贵嘅礼物俾我，但我从来都未遇过真系会有十万 yen 现金系新嘅客。雷拉小姐应该第一次俾钱请男人陪嘅。我开头都俾你呃到，以为你系坏女人，但系平时系咪真的有玩开嘅？一做嗰啲嘢咧，就呃唔到人噶啦！你唔好再扮啦！一万十万英咁多钱，我收咗都会觉得唔好意思。你唔介意嘅话，我可以再陪多你一晚噶。你有兴趣就揾我啦。早唞啦，雷拉小姐。那一刻我的人很乱，心口觉得很重，我觉得我好像搞错了一些很重要的事。到了现在，就算我这样说，我都知道我其实是不会有机会，因为我知道你和我考的事。我不想让他知道你真的很喜欢阿巧呢，连这件事我都不想让任何人知道。其实我是不是真的喜欢阿巧呢？我会不会只是因为跟阿巧睡过，所以才这样觉得呢？我都不知道。对不住啊，是不是因为我昨晚这样说，所以你今天不好意思来录音室啊？啊，不是啊，我今天要上班，所以没来到。我是不会介意的，你好像以前那样来录音室看我们练歌啦。阿伯不在这里，我们个个都很闷，应该说是我会很闷啊。多谢你啊。太好啦。只是这样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怎么办？我很开心啊。你永远都是属于我。阿新说的话比起阿巧那些不知道是不是认真的说话，令我开心几倍。他留下个烟盒在这里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たくみとこんなことにさえならなければ、私絶対ノブのこと好きになった。ノブの彼女になりたかった。でも、もしまたたくみが会いに来てくれたら、私は結局またたくみと寝るんだ。きっと拒めない。私、一体何が欲しいんだろう。
困。如果我仲唔知自己想点，系唔会得到任何嘢嘅。第二朝我一瞓醒 ，Nana 已经唔喺度，佢留低咗张字条。嗰阵时我又未至于寂寞嘅，我去录音室就会见到 Nana， 同埋都系两个星期啫。过多两个星期 ，Nana 就会翻嚟。Nana， 我而家每日都好希望你会好似以前咁坐喺餐台度。我会不断在心里面呼唤你，直到你出现为止。 I reached into the sky 思いは届かなくて小さく空に消えた色とり I'm alone 行き先のない私の手